啊，看看这叫兔子炖小鸡儿，看这叫兔子肉，啊，南排的。今天啊，等着战友，战友搁这块儿，今天没出去吃，今天先来一个小鸡儿炖兔子啊，炒尝试。小菜给你安排的明白的。姜蒜八角搞里头啊，生抽给它搞里头，咱俩再一起煎。来点辣椒，天生的小天椒搞里头。盖着锅盖啊，焖入40分钟。有没有食欲啊？这么炒的不错，刚刚有食欲了，漂亮，绝了，这是我的杰作，老香了。小鸡炖兔子啊，兔登鹰，再来配一盘啊。二叔和白的来，完了，然后那个烤串还没上来呢，完了，给我大侄来点那啥的，别带辣椒的。不是，你就告诉来十个就行啊。今儿个看看来吧，今儿个这是兔子炖小鸡，那个是炸的啥呀？鸽子、鹌鹑、蘸酱菜，完再烤点串，来来来。这个豆皮是7块，不是10块一斤的，嘎嘎好，这么贵呢？那嘎嘎好，这是盐焗鸡胗是吧？牛犊子，再看看这个菜，看看这是我做的啊，吹牛逼，这就是颜色嘎嘎的，看，真有食欲，牛肉串，有辣有不辣的了啊？对，这是不是大蒜呢？这个给你，大蒜棒，那是棒，你不好的事，那个不好，不好。这好像重重的，喝一瓶啊，大侄啊，对，大侄啊，喝一瓶啊。那啥呀？你比你哥强，咱们不吃麻辣烫，咱就有这么些菜，为啥吃麻辣烫？大爷，你整那个串了，不辣的，吃吧。啊，看看这叫兔子炖小鸡儿，看这叫兔子肉，啊，南排的。亮的搁这的。吃啊，吃菜呀、啊嗯！吃菜，吃菜，吃菜，吃菜。挑块兔子肉来。这是小鸡儿，我们整两块了。那王强你自己挑，王强。啊，人家这是老家的来的钱，你那是赔钱啊，别挑。可以啊，赔钱。我也不打。嘎嘎。老板来点大蒜。他这个牛肉串挺好吃。嗯嗯。但是昨天要么羊排给盖了。哎，这孙家自个包的哈，你们可以随便就来自己吃，自己来就加哈。驴肉馅大灯角，鸭肠炒鸭肠鸭板肠来给我们来，我那吃那个那个的，这谁啊？这给他这么女婿一个小盘，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这个万秋，完人家一会儿他们好接着吃那个蒸饺，你们男的没有了啊？好，鸭板肠，给我们加点鸭板肠来。好嘞。老板傻的呗！哎，大点，我要去大点鸭板肠。这么大的量吗？嗯，对呀、啊，我喝瘦了。声音大一点是吧？不管粉丝多少，气势别倒。别的，喝。好了，来不及。我不喝，我喝饮料。哎呀，来，给我辣一点。饮料我能喝10杯。哎呀，真忙。饮料我能吃10杯。